Cindy，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 Cindy 讲 Java 系列基础教程。本次课呢，我们要继续学习 Java 函数库的下一节字符串函数。字符串函数呢，是 Java 函数库中我们经常使用的一类函数，因为呢，我们在很多的数据类型都应用到了字符串的类型哈，字符串类型。那我们经常使用的字符串类型有哪一些呢？当然最常用的就是 string 类型哈 ，string 类型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 API 文档上对于 string 类型，就是 string 哈 ，string 类型。我们来看一下 API 上对于字符串类型的这样一个讲解。首先打开 API 文档哈，这个 API 文档呢，在上次课中呢已经专门给大家介绍过我们该怎么看。首先我们要弄清楚 string 类型呢，其实是 Java 已经做好的一个数据类型，只不过呢它是放在 java.lang 包里头哈， java.lang java.lang 包呢，它提供的是使用 Java 编程语言进行程序设计的一些基础类，也就是这个包里面提供的都是一些基础类。好，往下看，找到 string 类型。 string 类型呢代表字符串啊，字符串。当然 Java 的字符串函类呢不止这一个哈，还有 string buffer 和 string builder，我们三个依次来介绍。首先看一下 string 类型。在 Java 的命名规范哈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它的接口和类的声明，预定义类的声明，字母哈，首字母都是大写，所以我们也要遵循这个规范，我们自定义的类呢也应该首字母大写。 string 类呢是 Java 非常常用的一个数据类型。那么问题来了哈，类和类型的概念是不是一个概念呢？在这里我要跟各位同学说的就是，其实 Java 中的类就代表数据类型，只不过呢这种数据类型不是八种基本数据类型，而是基于八种基本数据类型之上的扩展而出的抽象数据类型。也就是说 Java 的每一个类都是一个抽象数据类型。那字符串类型又是基于哪一种基本数据类型而扩展出来的呢？那我们的八种基本数据类型分别是整数类型的 int、short、long， 还有那个 byte 哈 ，byte。那还有小数类型的 double 和 float， 以及字符类型 character 就是 char， 还有就是Boolean 类型 Boolean。 而 string 类型呢字符串类型是基于 char， 就是 char 类型字符类型扩展而出的这样一个数据类型，它是一串字符，简称字符串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如果我们要学习这个类型哈，相当于我们要定义因为类的话呢， Java 构造类的目的是为了构造类的对象，真正的编程的交互呢是通过对象来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如何声明一个类的对象呢？打开来看哈，我们可以新建一个类，叫做 test string 一。好，这个 test string 一的话呢可以声明局部变量也行哈，成员变量也行，我们就在闷方法里面做吧。声明一个局部变量 string 空格lam 等于。好，问题来了，我该如何给这个对象赋值或者说初始化呢？这里有几种方式。第一种方式是我们最常用的，就是直接在等号赋值等号的右边给一个字符串常量。
好，把 hello world 字符串常用双引号括起来，复制给 string 类型的变量 mem， 这是第一种方式。但是第二种方式呢，好，因为 string 的这个变量的这个 string 类型的变量哈，或者说 string 类型的对象，它毕竟是一个类的对象，所以它还有一种方式叫做 new string。好， new string 呢就相当于是构造，通过构造方法构造一个 string 类型的变量，或者说 string 类型的对象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string 的构造方法有哪几种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哦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等等啊，等等。也就是说 ，string 类的话呢，啊，它其实是有啊那么多种构造方法。当然，我们随便选择一种啊，可以选择它，好，也可以选择直接给一个字符串的常量。AAA， 好的，不管哪一种构造方法哈，当然这两种构造方法哪一种会更好呢？啊，我们肯定会说第一种更好，第一种更好，因为底下这种哈，我们通过六出来的这样一个对象，实际上 S1 是一个啊对象的引用哈，是一个引用对象，而 new string 才是一个真正的对象，这个引用对象指向了这个 AA 的这样一个 string 对象啊，也就是说这里呢啊会产生两个对象哈，在类存中，所以的话呢，我们会建议使用第一种，第一种把常量赋给变量，这个常量仅仅只是在堆里面哈。如果下次再引用到这个 hello world 的这个常量，又会去堆里找这样同样的东西，相对于下面来说哈，会稍微节约一些内存。好，这个是 string 类型变量的一个初始化的方式。那问题来了，当我构造出这样两个对象，不管是 lam 也好还是 se 也好，对象打点调用方法哈，才是真正去实现一些功能的这样一些方式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，针对于 string 字符串类型，它有哪些常用的方法呢？哇，这么多哈，非常多。那出于我们这次课的介绍哈，我们只会介绍一些比较简单的这样一个方法。比方说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叫做 length 方法。length 方法呢啊，它返回的类型是一个 int 类型。那也就是说 ,int 我可以用一个变量去接收 lam.length， 接下来我可以输出。好，输出 x 保存， Ctrl+S 保存以后，选择作为应用程序运行。好，这里输出一个整数叫做11，说明这个字符串的长度是11。我们来数数看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，果然是11。我用 length 这个方法哈，一方面教给大家如何通过 API 方那个文档来查看对象的方法哈，就是类的方法，我们是通过类的对象来调用的，同时我们要看清楚它的返回类型是什么，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定义相应的变量去接收这个返回值。 length 方法返回的就是 lam 这个字符串的字符串对象的长度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别的方法，好，来看一下 character at 方法，给的参数呢是整数，返回的是 character 类型。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做 ,char,c 等于 lam.character at 3， 看看它既然要整数嘛，就把这个 c 打印出来。诶，上次我打印的是整数，为什么这次可以打印的是character 类型呢？哈，是因为 system.out 这个对象的 print 方法， print ln 方法其实也有很多种，
这个方法也是重载的方法哈，参数分别不一样，现在我们调用的是字符类型的这个方法。好 ,C。保存 Ctrl 加 S, 接下来运行看看出来的是，这应该叫 L 哈，并不是 1,3 是什么意思哈，接下来我再写个2看看，运行一下出现的还是 L, 那1呢，好，要我保存，诶，出现的是 1, 那0呢，现在同学们找到规律了没有哈？ Character at 就是在什么什么地方获取的字符，参数0代表下标是这个字符串的字符下标，0就代表第一个字符，1代表第二个，2代表第三个字符，3也是代表第四个字符，这就是刚才啊，我出来的这个 lem 点 character at 就是 0, 就意味着取出 lem 对象的第0个位置的字符。好，这个是 character at 方法。接下来我们还有哪一些常用的呢？其实这里很多方法都很常用，都很常用。比方说 get bytes, get bytes 方法。get bytes 方法是将这个 string 类型的对象转为字节数组哈，字节数组这个很有用，在我们做编码的时候哈，对字符串做特定编码的时候非常有用。好，再然后可以判定字符串是否为空，返回的是 bool 类型，就是真或者是假，判定这个对象打点调 is empty 就是判定它是否为空。好，再然后还有 replace or 哈， replace or 替换。再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 substring, 返回的类型是一个 string 类型。string s 等于 lem.substring 方法。substring 方法有两个构造的这种重载的哈，重载的方法。一个是一个参数，一个是两个参数。只有一个参数的呢，显示要输一个整形参数 begin index, 就是开始的下标。我们写个4吧，写个5吧，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写下标从0开始哈。接下来打印这个 S。substring 呢其实是求子串，求这个 lem 对象的子串。这个 lem 对象呢只是 hello world 的。子串从5开始，我们看一下它输出会是什么。空格 word 0,1,2,3,4,5 正好是空格，也就是说它是截取 lem 对象开始下标第5好一直到最后这样一个字符串的子串。如果是5空格3呢，看一下是什么效果。5到3它会报异常，它说这个 index out of range,那接下来8呢，好，5到8是空格 WO,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，从第5个位置开始5678哈，也就是说从第5个位置开始到第8个位置结束。好，第八个位置结束，当然这第八个0,1,2,3,4,5,6,7,8 第八个这个字符哈，第八个下标的字符是不会出现的，这就是求子串啊，求子串这个函数呢我们也经常用到啊。除此之外还有 trim 方法， trim 方法的话呢是这样子，trim 方法返回的也是 string 类型哈， string 类型 string ss lem 点 trim, 好，我在 hello world 的左边和右边都加上了几个空格，接下来我输出这个 ss 看看这个 trim 方法是什么意思啊，也就是说
它其实是把左右的空格给压缩掉，但是请注意中间的空格它不管，只是 trim 方法只是压缩 lamb 这个对象的左右哈，开始和结尾处的空格，并且形成一个新的字符串，就是字符串的这样一个变量一个对象。好，这个就是 string 函数的一些常用方法，当然它还有 string value of 是强制转换的函数等等等等哈。好，我们关于 string 类型的这些常用的函数暂时介绍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哈 string 类，它还是挺特别的一个类。这个类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类是怎么定义的。在 API 文档的开头位置就已经定义了这个类。这个类叫做 public funner class string。好， extends object, string 类 extends 了 object 类，它的父类是 object 类。而且实现了这个接口，实现了1、2、3个接口。那这个声明呢，在这里我其实要重点介绍的是 final 关键字哈， final 关键字的中文就是最终的。最终的其实是一个形容词，也是一个修饰符，意思是这个 string 类是一个最终类。最终类意味着什么呢？最终类意味着它不会有子类的存在，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类可以继承 string 类。好，我现在随便写一个类 class A extends string， 会报错。报错的原因就是因为 string 是最终类，它是不可以被继承的，它不会有子类，或者说最终类就是绝子绝孙的类哈，就是丁克家族。好的，那到这里为止呢，我们今天介绍字符串函数 string 类哈就结束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string buffer 和 string builder。它其实呢，两个都是构造出字符串这种类型哈，只不过呢，一个是现成安全的可变字符序列，一个是非现成安全的可变的字符序列。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，这里重点在可变。而 string 呢，它们两个跟 string 类型的区别就是 ，string 类型的这样一个对象，它的值是不可变的，因为它是 final 的。好，而 string buffer 和 string builder 哈，这两个对象都是可变的。那接下来看一下 string buffer， string buffer 和 string builder 的这些方法都是非常类似的，所以我只介绍一个，主要介绍一个。比方说 string buffer， 那 string buffer 它的构造呢有四个构造方法，我们选择最后一个。到这里来 string buffer sb 等于 new string buffer， 还是用 hello world 吧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哪些方法呢？什么叫可变和不可变哈？先说一下，比方说 sb1 这个对象，它的内容是 hello world， 但是它可以通过append 方法是追加的意思，空格，哈哈哈。好，接下来输出 sb， 把之前的给注释掉，看一下输出的是什么呢？是 hello world， 哈哈哈。那么跟它对应的string 类型是绝对没有 append 的方法的，也就是说它里面既然已经给了一个值 AA， 它的值就不可变，你要想变它除非重新赋值，重新赋值，也就是说它不能在原来这个内容的基础上去追加呀、修改啊，不行，它只能相当于把里面的东西重新覆盖掉。
OK， 这个就是 string buffer 可变和 string 这个不可变的这样一个区别。那它除了有 append 的方法呀，还有哇 ，append 的方法这么多哈，重载的，还有 index of 啊 ，insert 啊，也就是说，因为它是可变的字符串，所以它可以插入一些东西，还可以 reverse 倒转 ，substring 当然它也有 substring 方法，还有 toString 的话呢，就意味着它从 string buffer 类型转成了 string 类型，转成了 string 类型。好的。请注意 string buffer 跟 string 哈，它在底层的实现是不一样的，虽然它们都是字符串序列。好，同理 string builder 哈，也是差不多的一些方法。它们俩的区别呢，一个是线程安全，一个是线程啊不安全。当然如果是在单个线程的话，我们优先使用 string builder， 因为 string builder 比 string buffer 要更快一些哈，更快一些。OK， 那么本次课字符串函数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。同学们，我们下来再仔细看一下。下次课再见。